好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之后，除了这个消息要告诉英国民众之外，还要告诉蜜蜂们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就带你来看到，这是根据纽约时报，他们就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辞世之后，这个白金汉宫的皇家养蜂人，他们将会在蜂巢上系上黑丝带蝴蝶结，用意是要告诉这些蜜蜂们说，哎，女王已经逝世了，有新的主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说，作为家庭成员的蜜蜂应该也要了解家庭中的重大事件，这个重大事件包含了出生以及是死亡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，要追溯到数世纪前，因为他们就认为说，如果不遵循的话，恐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，在英国是相当的常见。另外在美国、欧洲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，因为呢，18、19世纪人们认为说，如果不告知蜜蜂家庭成员有一些变化的话，恐怕会招致不幸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